张柏芝也是参加某活动造型曝光，照片中张柏芝将头发梳齐，露出颈项线条，画着英气温柔并存妆，整体风格统一，满是雅致气息的展现。这一套装扮将张柏芝自身的魅力全部展现了出来，妆容以及衣服的版型设计就好像是为她量身定做的一般。这一件金色的网纱裙颜色上是比较雅致的，由于是网纱面料的运用，所以让金色这个本来富丽堂皇的颜色变得更加温柔，有一点奶茶色的感觉，所以展现出来的气息也是比较雅致的。由于这一件连衣裙的整体造型设计特别的干净利落，虽然有许多时尚元素加入到里面，但是整体展现出来的效果是比较统一的，给人特别英气干练的感觉，再加上衣服网纱的运用，又突出了人温柔的气质，展现出柔弱的一面，二者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，打造出了一款非常符合张柏芝气质的连衣裙。